頭一 part 就前置詞，中國農曆新係一個重要嘅節日，對於我嚟講，因為香港通常係中國人啊嘛，啲人咧慶祝喺一月或者二月月份用宴啦，跟住佢哋通常咧著新衫啦，就係喺節日咁啊 Chinese New Year 咯，凡係節日都 at 噶啦。他們通又同時探訪他們的親友和朋友，他們去不同地方拜 bus 或拜 train， 即是搭巴士或者火車啦。跟住另外一個重要節日在香港來說 In Hong Kong is the Mid Autumn Festival， 是那個中秋節，那人吃月餅和玩燈籠 Play with lanterns。跟住香港人咧，中意慶祝聖誕節添，啲人咧可以得到聖誕禮物，分嘅父母同或者朋友咯。呢度係嗱冇 day 咧就有 day 就 on。呢 part 就代名詞。就 Billy 是一個守紀律的人，他通常會早翻學的，今朝早他起身遲了，因為他的鬧鐘唔 work， 即係壞咗啦。佢嘅呢個男性質就係 his 啦。咁啊，佢嘅 class teacher 班老師李老師就擔憂佢唔知出咗咩事喎。Worried about him. She asked, Billy, 你的面色呢？看來面青哦。Are you alright? 你是不是沒事啊？咁叫 Are you alright? 咁就 Billy felt upset， 就覺得傷心，佢就回答。跟住 I am so sorry， 書入面對唔住。跟住 exclamation mark 就係大街啦，賣 alarm clock， 我個鬧鐘唔 work 壞咗，我就唔應該太依賴。I shouldn't rely too much on it 啦。跟住啊 ，Miss D 就安慰啊 Billy， 用一個微笑嚟安慰，唔係鬧佢，善意嘅温暖嘅 smile。Sarah Hui 是一個偉大的歌星，她是在廣東出世，1984年出世。她呢就是住在一個小的平房，父母有個雙生 brothers and sisters， 即是她兩個細佬就是媽生的，那還有個妹。當她就是 was a child，佢又唔開心，佢個屋企就窮過其他，佢個屋企狀況就窮過其他同學的屋企。佢用個舊書包，因此佢啲同學經常嘲笑佢。1984年 ，Sarah 就搬嚟香港同佢屋企人，佢哋開始咧就係、是、有一個。神奇的生活怎樣神奇法呢？2000年他贏了第二個新星唱歌比賽，那個是著名的電視演出，他很快就變成一個受歡迎的歌星。在2004年呢，他的歌曲 An Amazing Adventure 變成一個很流行的熱門嘅嗰、那個 hit 就唔係計打擊喎，呢個係計熱門受歡迎，幫助佢贏得嗰個 the most 最出色嘅歌星大獎。咁 Sarah 咧有最困難嘅時候喺2010年，因為咧有宗交通意外，佢就係嚴重受傷。
佢就係由個30米嘅舞台跌咗落嚟，喺個音樂演出嗰度，佢暈咗，即係失去知覺，就送咗去醫院。好彩咧，佢經過手術後就好翻，佢逗留醫院3個月咁耐，因此佢要停曬所有工作。佢冇放棄到佢繼續練歌，每日練繼續練歌。佢係又勇敢又勤力。Sarah 而家係其中一個亞洲偉大嘅歌手，佢唱係喺好多演出唱演唱，佢需要喺表演喺唔同亞洲唔同地區，因此咧佢經常旅遊。雖然佢係好忙，佢花咗好多時間去探訪同埋幫助啲窮嘅家庭，一個好仁慈又專業嘅歌星，佢就係啦。跟住第一條例題，邊個唔係唱啱嘅？佢個父母有錢錯嘅，佢有個 twin brother and sister 啱嘅。佢喺廣東學習話啱嘅，呢、這個廣東其實係以廣州咁解嘅啫。佢係出身於廣東，啱嘅。唔係一定廣州，總之廣東省啦，係咁講啦。舊時叫 Canton， 而家係國語拼音嚟傳出嚟。就點解啲 Sarah 去嘅同學嘲笑佢咧？嗰陣 A 佢唱得差。B 佢考試唔合格 ，C 佢用舊嘅書包，一個殘舊嘅書包 ，D 佢有大量嘅家庭成員。第一段嚟講咧，就係佢用一個舊殘舊嘅書包，因為個同學嘲笑佢，所以應該係 C for cat。第二條就問阿 Sarah 係幾多歲當佢贏咗唱歌比賽？跟住第三條咧就係有咩事情發生咗喺2010年？第四條嗰個 hit 字點解？第一個 hit 就打，第二個咧就好多人中意，今年好多人呢、這個人或者事物好多人中意。即係譬如話，呢套電影今年係好 hit， 好流行，好多人睇。咁第三咧就係、是、動詞就即係話 hit 就可以名詞打擊啊咁都得嘅咧。如果事情就呢、這個 hit 又可以動詞就打咯喎。第四咧就係、吹襲咯喎，嗰、那個颱風吹襲城，尋晚吹襲呢個城市。跟住呢段咧，用翻文章嚟填翻落去一個字咋，一個空格一字。而係佢贏咗第一個唱歌比賽咧，1984年出世，公元2000年啱16歲咯，就贏咗嗰個 New Voice Singing Competition 啦，所以係 boy 啦。跟住2010年發生咩事咧？佢就有種交通意外，佢就受傷。送咗去醫院，失去知覺，送咗醫院，所以咧就唔係 A 係 D hit 就先解釋噶，流行好受歡迎，佢隻唱片啊嘛，所以係2號佢唱片 become a big hit。嗱、呢個擅長於跳舞咁啊，贏咗好多獎噶啦，獎英文係咩咧？跟住就上個禮拜，佢參加咗個天才演出，佢就係應該就表演跳舞跳得好啦，所有觀眾都好詬異佢嘅出色表演 ，outstanding。所以呢度 awards 呢度 performed award 喺呢度，咁你要執生轉翻世界咯。perform 喺呢度，咁執生啦，因為蓋式要加依啲啦，呢度都係唔止一個嘛，所以又要加一次。
John 係寫緊關於佢母親生日喺個 blog 度網上文章，幫佢完成佢個 blog。呢個快樂嘅日子，即係標題，呢個係媽咪嘅生日。Lily 同我咧做為佢做早餐，我哋做火腿，即係佢唔係三文治，係多士，因為應該容易過。做面或者是做粥啦，媽咪咧仍然喺瞓緊覺。當我哋帶份早餐去到佢個房，佢個面 face up 咧，就 he face it up when she saw， 即係話佢好高興咁嘅意思咧，唔可以直譯話就起塊面就起咗，唔得噶。跟住佢講 thank you。呢個係我 I have ever got 咧，就用最高級，所以我用 good to the best。跟住媽咪同爹哋帶咗我睇電影，早餐之後我哋去呢個 Star Cinema， 因為嗰度啲座位the other cinema， 咁相對比嚟講，梗係用中級啦 ，softer than。跟住 Lily 同我咧想去睇嗰個 Christmas Carol， 但係媽咪咧認為 Matilda 係 more interesting than。跟住我哋睇阿凡達 The Way of Water， in the end 最後因為所有其他飛都賣，兩套電影都賣曬啦，呢套係3D 電影。因此咧，啲飛係應該，如果我三個計數咧，就係用最高級，所謂 the most expensive 啦。呢度咧就係大整股，因為佢個示範就係、是、每朝啊，查理都會行嗰個河流，然之後佢一轉轉 one day 咯喎。咁如果英文水平唔高嘅細路仔，以為唉語言簡單現代式，咁四年班唔係啊 ，one day 屬於蓋式，某日咁啊全部寫蓋式正啱，你全部寫 simple fashion 聽咪撞曬板咯。所以第一條 saw 見到一塊彩色嘅木喺依個森林喺個河流附近，跟住咧嗰啲草同埋啲花咧 grow。生長得好高，同埋好靚，圍住佢，跟住帶咗佢翻屋企篤，跟住擺喺個玻璃度。第二日，當我抄完成佢嘅早餐之後咧，佢就見到一啲奇怪事情 saw， 跟住就 he felt 感覺好驚，跟住嗌媽咪望下嗰塊木，呢度碌。就感嘆好，所以嗰度係進行式説話入邊嗰塊木一路生長緊喎 ，is grow 唔係生長係閃閃發光啊 ，growing。跟住佢媽咪跑入個房，嗰塊木咧就變成一個美麗嘅蝴蝶飛走咗。老師就唔應該誤導人一開個 simple person 聽俾人啦。咁嘅説話入邊用翻現代進行式都幾攞命。最後咧就黃昏嘅時候，我哋去咗中式酒樓食晚餐。呢、這個係如果現攤嘅現代卡士都會用最高級 the most popular。跟住咧就係、是、我哋落單嗌咗個酸甜排骨，炒蝦。蒜蓉蝦炒菜，我咧就係、是、發現嗰啲蝦蒜蓉蝦咧係同另外一個比較就係 tastier TASTIER， 跟住好媽咪咧認為嗰啲蒜蓮排骨係 of all 咧，即係用最高級 the most delicious。媽咪講今日咧就係、是。
the happier 事啦，最快樂噶啦。譬如 all had a great time，我哋都玩得好開心咁解。What 啊？什麼事情？什麼東？什麼職業？When 就問幾時？Which 就係兩樣揀一樣。Why 就問理由。How 就如何得到、如何去或者問候人。Who 就係誰人？咁第一條咧就係、是、我喺 Children's Book Shop 買，咁即係地方 where 啦。第二條咧就 Last Sunday， 即係問幾時。所以用 when， 記住第一個大街高啲啊，跟住第二條咧 ，it is about the grand，the grinch 啊，因為 grinch 係一個人嚟啊嘛，咁跟住第三條見到 B 哥咪用 why 啦，點解？第四個條就如何找出就 how 啦，跟住媽咪同兄弟咧就係 who 咯。就係、是、第六條咧，就係、是、俾你兩個揀一個，所以用 which 啦。第五條啊 who， 第六啊 which。咁第七咧 tomorrow， 咁即係 when 啦。呢個奇怪的動物，我當我哋聽到動物呢個字啦，我哋會聯想一啲好普通嘅嘢，例如貓啊、狗啊。事實上咧，動物世界入邊有好多有趣嘅，就多過我哋平時嘅想像。我想話俾你聽，關於一啲最唔普通嘅動物喺呢個世界，呢、這個 blobfish， 呢個 blobfish 咧，咪可能係世界上最醜嘅漏嘅。佢有細眼睛嘅大鼻哥，就口唇。不同其他魚，它就是沒有鱗片的，它有光滑的粉紅色的皮膚。一些人說它們是 The book fish tastes like a book of jelly， 好像個啫喱那樣。 Fish 就是解水的魚，跟著呢它們就是最較深部分的海洋，因此咧，我哋好難揾到佢。你知唔知道其他奇怪動物咧？分享啦。跟住又我聽過關於呢個星鼻星鼻蚬啊，鼠字邊一個好鬼難寫。毛係一種鼠嘅鼠類嘅嘢，星鼻蚬，佢住喺地下。而在我的耳機中咧，佢個鼻哥睇嚟似手指多過似粒星星。有啲人講佢個鼻哥就似迷你嘅八爪魚添。呢、這個星鼻蚬咧係其中一種最快食嘢嘅動物，佢可以食一隻昆蟲或者蚯蚓快過一秒。跟住我認為呢個紅唇蝙蝠魚咧係更加特別過其他所曾講過嘢，你可能猜佢點樣呢個蝙蝠魚點樣似於嘅近乎佢個名咧？佢有紅色嘅口唇，同我對我嚟講，佢就似條魚帶住唇膏咁樣。科學家相信呢啲紅唇咧，令到佢更加吸引，即係對於其他嚟講，佢更加吸引。跟住呢個科林即係網上論壇，講述一啲奇怪嘅動物。喺邊度揾到呢個水滴魚？第二條點解啲人認為水滴魚睇嚟似啫喱咧？呢、這個星鼻蚬，嗰、那個有幾快咧？食一個細昆蟲，
咩奇怪嘅動物係你最中意？點解？呢個個人發揮嘅啫。跟住下邊就天使，咧就我哋可以揾到佢喺嗰個 deeper part of the ocean。點解似啫喱呢？因為佢冇 scales，佢有 smooth pink skin。食細蟻有幾快？In less than a second。We can find them in the deeper part of the ocean. People say that in 綠麗乜乜就題目嗰度抄咗。Because it does not have scale 啊，冇鱗片啊，光滑，好似啫喱啦。跟住 it can eat a small insect less than a second。要，我認為呢個 red lip badfish。我最中意呢個 Red Lip Bass 呢個自由發揮嘅合理得啦，因為佢睇嚟似一條魚掛住戴住唇膏咁解意思。Jack 阿爹哋讀緊張海報，而讀緊呢個城嗰、那個復活節嗰啲 fair 咧就係、是、場地。展覽啊，遊戲攤啊，有得玩之類嘅呢、這個發現玩嘅 Easter Fair， 4月8號到4月9號，星期六、星期日兩日，地點$20每個人，跟住每個人都係受歡迎嘅。Age 坑係嗰啲比4歲至11歲嘅，跟住咧就係喺復活節細路仔中意。尋找復活蛋，我哋有500隻蛋收埋呢個長度，揾得越多你就喺10分內，你睇下上次揾得幾多啦。跟住食朱古力蛋咧，你就可以，如果你揾到朱古力蛋，你揾到嘅咧，你就可以賣。我哋鋪頭啊賣啲細嘅蛋、中蛋、大蛋都有，大中細都有，大到好似你個頭咁大。勁啦！跟住咧就係、是、油彩蛋咯喎，呢個傳統就油彩蛋，你可以將啲蛋咧油點油油到你靚。我哋同時有古仔講古仔，同埋嗰只羹裝住嘅蛋嚟鬥快比賽。仲有就係嗰、那個同呢個伊莎賓尼相遇，就呢、這個卡通人物嘅白人扮嘅啫，佢就會帶領有一個。暴躁 Easter Parade 嚇暴行，嗰啲管人物啊，嗰度行啊巡遊啊，嗰啲叫做，但唔係抗議啊，呢啲係迪士尼入邊咪有嗰啲巡遊嘅，就嚟參加呢個巡遊同埋跳舞啦。條例睇就話幾時8號同9號，關於呢個節場嘅嗰個 fair。賣物會嘅集會啊，嗰啲遊戲即係有攤檔、有遊戲、有比賽咁啊，叫做 fair。就 A 就係每一個人可以免費入去 ，B 就係有 Easter show 演出 ，C 就係細路仔可以係4點後同阿賓尼相遇，跟住 Easter hunt 就係過4至11歲。跟住第二條，你可以買到啲乜嘢？朱古力曲奇、朱古力復活蛋、雞翼、三文治。咁樣活動就唔係喺呢個 fair 嘅 jumping jack， 以 egg hunt is a parry 講古仔。跟住第20行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點點點咁個 parade 點解頭先講咗係巡遊啦？A 一個慶祝嘅特別事項 ，B 就一個場合掃士兵喺度操兵 ，C 就係行喺一群人為慶祝而步行，跟住 D 咧就展示一啲嘢喺公眾度俾人睇到，呢度填翻個字適合嘅文章出現過嘅。嗱，依個係要收錢嘅，所以 A 唔啱。跟住有個 Easter show， 呢度冇話個有 show 啫，巡遊就唔算 show。K
見 Easter Bunny 就係兩點十一點早上至兩點 PM， 所以又唔係，所以定翻 dog 咯。因為 Easter Humble 超人呢度咪寫咗咯。復活節啊，梗係賣復活蛋噶啦，所以 boy 啦。跟住邊個冇出現講過？誒，亨有講過，秦有講過 ，Storytelling 有講過，淨係 Jumping Jack 就未出過，所以 A 啦。跟住個 parade 就解巡遊，巡遊咧就係 C 啦。有種交通意外，嗰、那個巡救護車好快嚟到，跟住嗰個受傷人就有have 卡咩咧？因為佢鬥快，所以撞車出事咯。五分鐘內出現別變，就係嗰個 car race 比賽賽車。呢度有 between 15 minutes 啦，仲有個 race 咧 ，egg and spoon race 咪出現個 race 咯。跟住就係又拼就用油畫啦 ，pay with 畫啦 ，put up 撐起啦 ，shop 解決啦 ，exchange 係交換啦 ，red 就大啦。呢個復活蛋 red 時就係嗰、那個迷語。costume 就服裝 ，gift 就禮物，燈聖誕樹，跟住我媽咪同我中意依個唔同嘅節日，我好喜愛節日啦，復活節可以油菜蛋，因為我中意製造彩色嘅蛋，我媽咪就係中意聖誕節，因為佢通常叫我哋爹哋，今日擺嗰個聖誕樹啦，呢度梗係 put up。Christmas tree 啦，跟住就係我哋通常會裝飾棵樹，有時咧我哋有 party 同我哋嘅親戚 ，and we 咧就交換禮物啦 ，exchange gift 時啦，跟住咧就係 with one another 互相交換啦，跟住我姐姐咧中意中秋節，佢中意猜米 ，solve riddles。就係仲有嗰、那個佢哋通常係猜燈米，就係猜嗰啲中國人物。跟住係 proof reading。嗱，第一行咧就係嗰個 practice 應該係轉 s， 呢個 c e 就係名詞 ，s e 就係動詞。跟住就係 I also pay 啫。因為呢度係第一段係現在式，所以係 play 唔係 played。跟住第三段，我係個愛好讀書者 ，I did polo ball 得啦，嗰個 did 就多餘咗，畫咗佢。跟住咧就 I like adventure stories， 唔係一本係 stories 先啱。跟住就係我哋古仔就好 exciting， 人物跟呢啲死物跟呢啲，所以咧。係 exciting， 咁點啱？跟住 ，can you tell me about yourself？ 可唔可以關於你嘅嘢咧？咁啊 ，about yourself。後尾作文你啊 ，Tom， 你帶住個 Sophie 啊去睇電影，你個朋友一個中意睇偵探片，一個中意睇恐怖片，最後都係睇恐怖片。睇入戲院之前就買咗兩個漢堡包、個泡谷，跟住睇下戲有個男人喺度講電話，佢哋講到嘈冤巴閉咁，跟住點咧？呢個日記形式寫嘅，我去戲院同我 friend 蘇皮睇戲，我哋中意唔同種類嘅電影，我中意偵探片，佢中意恐怖片多啲。最後咧，我哋都係睇偵探片。我哋買咗兩隻熱狗同埋一份泡谷喺入戲院之前。當我哋睇緊電影嗰陣咧，有個男一路講嘢，用個電話，我哋唔可以制止佢。最好彩，最後有個戲院員工制止佢，我哋好開心。Sophie 話啊，好啊，我哋可以繼續靜靜地睇電影啦咁樣。